好，各位观众，下午好，感谢大家收看《西方观察》节目，我们这个是明镜电视台的一个每周四下午东部时间4点播出的一个时政评论节目，我是主持人兼评论员张巡，今天呢，我的另外两个合伙人朱乐平女士和福江胜女士的轮休，由我呢在这里呢给大家主持。我特地请来了另外一位嘉宾，也是以前上过我们节目的，大家都熟悉的，那不勒斯海湾女士，就娜姐啊。好，娜姐，你好。好，你好，张琪，你好，各位听众好，各位观众好。yeah, 娜姐，非常感谢你哈，又是见面了。我们有一段时间没在网上聊了，那个，你们现在家乡那边怎么样了？这个阿尔玛过去以后，我知道你们受到很大灾难。啊，对，最近也就是一个星期前，我们刚刚才我们家就是院子外头的这些就是树枝啊，断树啊，这些才刚刚的把它给移走了。但是其哇！实我们这城市里好多地方还没有这些东西还没有移走，因为这实在是破坏太大了，太多的这些树啊，我们家院子就弄出去好大的一堆，比我人还高，做的，哇！对，很多，每一家外面全都是这样的情况。那所以这个市区，而且它呢现在是没有地方放，它必须要把它磨成粉，就是这样子，对然后对就对。这样都没地方放，所以它必须要有那种专业的车，它要有那种机械手的车来拿，是，所以对，就这些是不够的。嗯，反正是，总之是现在是基本上回到正轨吧，好很哇，多了，谢那太谢。好了！你们这个，反正现在这种重建工作还是日久天长的，希望这个是，佛罗里达这边能尽快恢复哈。对，谢谢。愿佛罗里达尽早再次伟大。是的，今天呢，我们要聊的题目呢，就是关于这个。通俄门的一个最新进展，我可以用4个字叫峰回路转来形容哈。是因的。为这个通俄门这个事情啊，在自从大选，川普可以说在还没有赢得共和党这个党内的初选之前，就已经沸沸扬扬了。然后呢，是越来声音越大，直到最后川普总统当选了总统以后。那么还是在这个不断的进行。我这边啊，记得有一个数据哈，上次我们在几个月以前报道过，就是说在5月份到6月份那个期间高峰期啊，可以说当时主流媒体对川普的报道中75%都是通俄门。你想一想哈，所有关于川普当时他已经当选总统了，作为一国总统的报道，75%都是通俄门。你可以可想这个严重程度，那到了今天呢，却这个走向呢意外的发生变化，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事情，以及呢这次通俄门对美国未来几年政治的走向影响，今天也是我们想谈一谈。娜姐好，我能不能这样请您给我们听众们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通俄门事件的来龙去脉？好的，这个通俄门呢，其实爆发呢是在大选结束，就是在希拉里就失败了以后呢，就在据说这个24小时之内，希拉里团队呢决定要用这个东西来对付川普，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他不甘心他已经落败了，他想拿这个东西来呢，可能就是还有一个机会来翻盘。那么当时咱们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幕后的一个活动，但是咱们可以看得到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是就是在奥巴马还没有就是离开白宫。就在川普刚上任没多久，奥巴马没有离开白宫的时候呢，就要有一个叫 BuzzFeed 这个媒体，他就报道了说川普这个通俄门有确凿证据，就是这个 dossier 就说有确凿的证据，什么 Golden Shower 就是川普在这个俄罗斯，然后入住的是奥巴马
的酒入住过的酒店啊，在啊同一个房间，什么招妓呀、啊，搞什么各种各样的活动，还有就是说，他说这个啊，有很多证据证明川普啊和他的竞选团队的人啊是跟俄罗斯的高层是有勾结的。那么，然后就是俄罗斯高层为川普提供啊，好像就是说这些希拉里的黑材料。然后让川普使用来攻击希拉里啊，完全就是在操纵啊美国的大选，使得希拉里输了，而这个啊川普赢了啊，这基本上是这么一个东西出来了。那么这个出来之后呢，啊是啊 FBI 呢就把这个东西通报给了当时还没有下野的这个奥巴马和当时已经选举中获胜的川普。那么川普当时马上就说这是胡编乱造，没有这样的事情哈。但是呢这个民主党这边就是死抓着不放，就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哈。然后刚开始就是这个又组成了国会的调查委员会，那么又是这个谁就是 FBI 也在进行调查啊，然后那么到就像您刚才说的啊，到了四五六月份的时候呢，整个这个主流媒体什么都不报道了，根本就不在乎，好像还有川普干了些什么哈，什么都不在乎，反正就是每天就是通俄门，通俄门，通俄门啊。然后对，那么结果是就是有一个那种就是 undercover 的那个，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记者，他是跟 CNN 的有一个高层一个 producer 啊，就是。暗访他，对呀、啊，暗访他，说，哎，这个通俄门你们觉得怎么样？那个人说啊，这个给我们带来了很高的收视率啊，我们必须要说通俄门啊，这个啊，然后就是说这个 BS 根本就没有什么证据哈。结果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呢，啊，这通俄门才稍稍的消停一点儿。啊，但是这个过程中，我的天哪，那简直就是啊，调查这个，调查那个，把川普的儿子也都给啊，这个叫去询问。儿子和女婿，对。哎，对，哦，还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川普解雇了这个Comey， 就是 FBI 的这个。对。这个什么，就是。最早的我记得是 Michael Flynn 辞职。对。然后呢 ，Jeff Sessions 是他的那个司法部长呢，就回避，对回避。然后接下来是那个 James Comey 被解雇，连续性的反应，对，Comey 被解雇之后呢，但是呢，他们又point 这个 special Robert Mueller， 对 Robert Mueller 来调查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他们一直不放弃，就是说。这就是肯定有的啊，川普这个跟俄罗斯勾结，这个啊影响大选哈。那么，对，那么最近就是华盛顿邮报啊爆出来这个消息，就是什么呢？这个整个这个所谓的这个 dossier， 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整个这一套的文件哈，原来是希拉里和这个民主党希拉里竞选团队和民主党党部。对，民主党党部，那个民主党全国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会啊，对，给雇人啊，雇人给炮制的，给制作量身定做的啊，所以这个一下子这两天是刚开始还是主流媒体都不吭声啊，都不愿意讲。就说好像是没发生一样的，但这两天终于对，终于是这个啊，就基本上都跟进了啊，《纽约时报》也是都在跟进，就是说啊，确实这个他们已经承认了，那就是他们啊，希拉里的竞选团队付了560万美金给啊，他们是这样，就说是一个啊，他们请的一个律师。可以，对，他们请一个律师，这个律师呢再请一个公司啊，叫什么Fusion GPS 啊，这个公司呢再请了这个一个是英国的一个间谍啊，Chris Steeler 那么然后让他那么他呢是原来是军情六处哈，好像，然后他是那个跟俄罗斯是有些关系
那么是请他，而且他说呢是他是从什么俄罗斯的高层情报机构的人员那里怎么怎么样，对吧？但是整个这就是变成了现在真相出来了，就是整个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证据，这完全就是他们付钱给炮制出来的。而且呢，这个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还也付了360万吧。360万加560万，将近1000万美金啊，给弄出来这个。最后出的这个dossier这个报告一共35页，是吧？你可以说这一页多少钱？对，1000万美金搞出这么35页的一个dossier，然后就要想用这个东西来攻击川普。那么还有就是当时这个 FBI 他其实是知道这个东西的。知道这是有人付钱给弄的，而且呢他也没有找到任何的证据，但是他就是说 FBI 居然还要想再付钱给这个人。这是在那个川普赢得大选以后，对，想进一步取得信息，还要再同意赢，但是最后没付，因为他这个事情已经暴露，后来被曝光。但是呢 FBI 呢现在有人就怀疑他就是由以这个为基础，以这个 dossier 为基础呢，就是去申请对川普和川普团队的那种监视，那个调查，对，甚至于是这个就是监听，就是说他明知道这是假的，但是他就拿着这个当真的，然后呢，就是说你看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我们需要对川普和川普的团队进行调查，然后以此获取了这个许可。就是去监听啊，各方面的许可，对，那个刚才呢，娜姐你刚才说的这个非常详细哈，整个这一套蓝中去外，在这里边呢就涉及到我想有几个关键词，咱们可以去谈一谈，然后呢，这样会让我们和听众能帮着听众，咱们一起能够比较详细的理解这个事情。第一个词呢，就是这个词，用刚才你已经说了好几次，叫 dossier 啊。这个词儿很有意思，这个词儿拼写和读音不太一样，拼写是 dossier。我搞笑的哪儿？那天我看那个福克斯新闻，那上边的那个非常著名的女主持人 Laura Ingraham， 这个词儿开始都念错了，念 dossier， 我赶紧改成 dossier。可能是法语。对，它是个法语。那么这个词呢，应该正确读法是 dossier。dossier 这个词呢，实际是讲的是一个报告，对吧？一套文件。那么这个文件的话呢，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它基本上是这个就是前英国军情六处的这个一个情报员，叫这个Christopher Steele， 这个人呢，他写出来的，他声称就刚才你讲的，是已经是他是得到了这个这个什么克林姆林宫现在在职的这个高级官员，从那里得到情报。所以呢，这个当时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是共和党想搞掉川普，在初选的时候，共和党想搞到川普那边复选。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共和党这帮建制派也很恶毒的。对，但是他们是在这个Steele 参与进来之前，他们请的是这家公司，就是那个 Fusion GPS， 他们请的是这个公司，对对对，但当时这个英国间谍还没有加入。对，等到他们那个川普胜了初选以后，共和党就决定团结一致呢，就不再做这事儿了。那后来的时候，这个 Chris Steele 卷进来的。是那个 Fusion GPS 雇的这个人。那么这个我记得就是那个 Republican 在这个有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参议员叫做 Chuck Grassley， 他是那个来自于爱荷华州的，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今天所有的 confusion， 所有的 chaos， 所有的 controversy， 所有这些争议，关于这个通俄门的所有事情，一切都来自于这个 dossier。 是，其他就没有了。对，通俄门，所有通俄门就来自于这个通俄文件，这个通俄报告。而这个通俄报告呢，是这个就是过去这几个月中民主党左派攻击川普最凶恶的，甚至包括像麦凯恩这样的一个假右派哈，
他拿这个报告，当时就拿到手里就说了。FBI 赶紧调查这个川普，他马上就是说要调查川普。那么他们最直接一个证据，哎，我现在感觉有点什么哈，特别搞笑呢，有点这个咱们以前，我不知道你上大学这个理工科曾经学过这叫了循环论证，叫 circular， 叫的那个我是学文科的，啊，学文科的，对，叫循环论证啊 ，circular proof。那么这个循环论证是怎么回事呢？就好比说啊。说娜姐，咱们两个哈，你说，我说娜姐是好人，那么，别人问我了，说你凭什么说你为什么是娜姐是好人呢？是因为呢，这个我给她作证，那你有什么这个就说你有什么跟这个德性能证明娜姐是好人呢？哎，我也是好人呢，那谁证明你是好人？娜姐证明我是好人。这就叫循环论证，对不对？你看这个事情上现在就是这样吧，对不对？首先一个民主党说了，说川普有罪，他通俄，凭什么通俄？看我这有文件，说你文件谁做的？我做的，我做的，对我做的，对不对？花钱做的还是？哎，我花钱做的，花了这么多钱做的，对不对？那谁为了这一千万的话呢？那也完全可以出卖良心也够了，因为一千万美金啊。对你说到这一千万，就给这个出卖良心这个词儿用得非常好。为什么哈？咱就谈到第二个词儿，就涉及到什么了？涉及到就是这个公司，这关键词儿叫 Fusion GPS、嗯。这个公司是个什么样公司？娜姐，你清楚吗？听说了一些，但是不是特别清楚，还是你来讲一下。好，我来简单讲讲哈。这个公司很有意思，这个公司它是这个当时是大概2012年成立的。他做过哪些事情？我先跟你说说哈。首先一个呢，他当时就帮助那个民主党调查奥巴马的竞争对手 ，Mitt Romney， 就罗姆尼，他就搜集他的黑材料。黑材料。这就是一个黑材料公司，你知道吧？就是他干这事儿了。专拉黑材料。但是你知道这公司注意，这个公司是 for profit， 就是它是一个盈利公司，他不给你白收集，但收集要收钱的，也就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是这么一回事啊。对。那么还干过什么事儿哈？你听说过就是说美国有一个非常臭名昭著的组织叫 Planned Parenthood， 对，就是做很多这个 abortion 啊，哎，他帮助来做进行堕胎呀、啊，就是做计划生育啊这些事情。所以说呢，美国的保守派都非常反对，因为你这等于杀人呢、啊，对不对？对对，特别是late term abortion， 就是late term abortion 晚期堕胎的。对，那么但是呢，这个。他不光这个，当时有几个反堕胎人士呢，就暗访他，就拿个隐藏的摄像头，暗访以后呢，就问他们，你们他们甚至可以倒卖婴儿器官，这都实实在在给录下来了。是，那么是铁证如山呐、啊。但是呢，这个 Planned Parenthood 后面一大帮左派支持嘛，所以说呢，他们就请这个请这个 Fusion GPS 来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也写另外一个 dossier 这个 dossier 呢是讲什么呢？他并没有否认这些事实，他就讲这个录像是经过严重的编制的。但你编不编制，剪不剪接的话，你最后说这话还是你说的呀，对不对？对呀，而且事实也在那儿 啊。对呀，所以呢，这是他帮助这种堕胎公司。你可以看到这个，这是第二个。另外一个，这个公司呢还做过什么事儿呢？你们这个知道，就是委内瑞拉当时是因为委内瑞拉。这个政府是基本是一个像一个独裁政府似的，虽然它是民选的，但是它的做法就是这种官商勾结很厉害。他当时呢有他通过委内瑞拉的一个合伙公司呢，就是帮助一个就是腐败官员，他们当时在委内瑞拉就要建一个电厂，把很多钱洗了以后放在纽约银行，他就给他们提供帮助，怎么去摆脱法律制裁，摆脱调查。嗯，所以他干过这事儿。那么如果这些还不够哈，我再给你们说一个。就是俄罗斯啊，原来有个公司，他经过多年调查，好像今年刚跟美国政府达成了一个协议。就美国政府当时起诉他，这公司叫 Prevenza Holdings。Prevenza Holdings 这公司呢，如果这公司你没有听说过，他是一个俄罗斯高官的儿子开的，从事什么洗钱呐、啊、等等这些东西，掩护高官犯罪。这个事情如果你没听说过，你们一定听说另外的一个名词叫做马格尼斯基，叫 Magnitsky。这个法律，这个我想中国很多民主人士都知道，他是说什么呢？就说美国会在全球范围内追杀，不是就是制裁封堵那些
就是说迫害民主人士的这样的政府官员，比如说包括不让他们进美国，包括冻结他们在美国资产等等这些东西。那么这个马格尼斯基这个叫 Magnitsky Act， 这个本来呢就是由刚才我说的 Provenza Holding 这个公司，当时他牵扯到对他的调查牵扯到俄罗斯本土上有官员，就是税务官员的有1.几亿，大概是不是好几有几个亿的2.36亿好像是那个洗钱，嗯，这个美元的这个洗钱的一个丑闻。当时呢就是这个人叫 Magnitsky 这个人呢在做调查，结果被抓住监狱里，抓住监狱以后的话呢就被等于说莫名其妙就死亡了。死亡了以后，当时就是美国政府在2012年通过这个法律，叫 Magnitsky Act， 就是来反对这个对这个就是官员就对方官员犯罪，如果你犯罪的话，特别对人权方面的侵犯，那么我会制裁你。当时只是针对俄罗斯的，到了2016年的时候，把它扩大成全球。太好了。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啊，我刚才举了几个例子，就是说 Fusion GPS 这家公司是作恶多端。是以合法的手段，但是呢他专门帮他抹黑啊，他给你编黑材料啊，对，他专门帮助那些违法犯罪的人和组织，所以还有政府。所以说呢就是这么一家可以说他是这么样的一家这个公司。那么他呢被这个你看希拉里这个竞选团队，希拉里竞选的时候一口一个什么为人民，对不对？为了选民，为了美国，为了自由，为了什么东西。可是你看看他这个民主党，我曾经在这个我们这个西方观察节目中不止一次讲过，说民主党他为了选票不择手段，他甚至反人类。你可以看他这件事儿办的哈，他是用一个什么样雇佣一个什么样公司，这种公司他有什么可信度，这种公司出的报告有什么可信度，但这一切一切居然成为了喧嚣了美国几个月的就主要反对川普的第一理由。是，而且你看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调查，这要花费纳税人多少钱呢？这是花费太多的钱了，都是几千万上亿说不定都有，要好几个调查委员会。而且现在还没有完呢，对，你在开始的时候就付了1000多万，但这只是开头，对不对？嗯。民主党这个委员会和这个希拉里他们支持者的钱，他们愿意可以，但现在到了最后 ，Robert Mueller 这个，这就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我们第三个词儿，我要讲的就是这个 Special Counsel。嗯 ，Special Counsel 就是特别委员会。这个特别委员会，怎么来的？就是当时这个因为这个报告，因为这个 dossier 啊，然后呢，那么这个国会指定的这个不是国会。是那个，实际上因为当时是这样的，是美国就是这个政府为什么是这样哈？这个通俄门事件一出来，你看啊 ，Michael Flynn 就是他那个叫做那个川普的安全顾问弗林辞职对吧？然后呢，那个 Jeff Sessions 他是司法部的最高官员。部长对不对？他回避，因为当时也提到他跟俄罗斯就见面的一个见过一个面，就是大使见过一个面，现在全部都是罪证。对，只要你见过面就是罪证。我这个简直我跟你说比法西斯还法西斯。对，然后呢？不可思议。对，这个就是属于这个，我跟你讲，就媒体通篇报道，就是多数人的恶，就是这样的。那么好，第二位人是谁？就那 Robert Stein。就是那个对，就是副司法部长副部长 对不对啊？司法部副部长那个 Rosenstein， 那么 Rosenstein 这个人的话呢，他是原来的，他不是那个塞申斯是吧？就是那个司法部长的名字啊，这个 Jeff Sessions， 他是这个那个川普总统直接任命的，但是这个司法部副部长，他这是个犹太人，我看他的姓啊，应该是个犹太人，他是从奥巴马政府直接下来的，留下来的，对吧？那么从我看他各方面言行呢，他至少不是一个跟我们川普跟我们共和党一致的一个保守主义者，他应该是个左派。那么他，那你想想，这个塞申斯回避了，那司法部就是老大，他说了算。对，他下令这个穆勒啊，就前 FBI 的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这个局长，穆勒呢
来开始启动这个调查。这个调查他这个 special counsel 给他这个特别委员会啊，这个特别委员会权力挺大的。他首先第一个呢，他可以什么呢，他可以开传票，也就是说我让你过来作证，你就要过来作证，这有法律效力，跟国会请你作证一样，对吧？第二什么，他可以申请经费，我要多少人，我要多少钱啊，还有可以那什么，还可以雇人，他都可以这样。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这个 special counsel 可以干什么呢，他如果发现谁在过去16年这个大选中有问题，他可以直接起诉。所以说呢，你可以看到说，这真是来势汹汹啊，这简直就是。对，而且还有一点要提的，就是这个 Mueller 他也是这个可以说是民主党的人，而且他呢请的这些来参与调查的律师90%都是给民主党捐过款的，而且甚至于有些是希拉里的律师，就是跟希拉里有过关系的律师，就是给希拉里办过事的律师，而且这当中啊，80%-90%的人都是给民主党捐款，甚至于直接给希拉里团队希拉里竞选捐过款的。对，但是啊，可笑的是什么呢？就这么一个团队，如此来势汹汹，有了如此大的权力，干了几个月了吧？结果怎么样？大概半年了。对，有半年了，对不对？没有东西嘛，因为全是假的。拿着我们纳税人的钱，啊，这里干了半年，最后我就是说，他可能还是胆小点，没敢编。到现在为止呢，确实真的证据一点都没有，一丁点都没有。但是呢，你说没有罪状，没有通俄罪状也不对，有，但不是川普的。对，这就是问题。搞来搞去呢，最后呢，我们又回到我们下边一个关键词了，就是 collusion 通俄，啊，就讲通俄门，通俄门，通俄门就是什么？就 collusion with Russians， 对不对？啊 ，collude with Russian。那么这个，哎呀，太可笑了，就是这个最后呢，到底是谁 collude？ 对，啊，谁通俄？对，这个是，太有意思了。那么最后呢，就是说发现这个通俄的事情呢，原来是民主党，包括希拉里，包括奥巴马干的。这大大的通俄啊，你简单的讲一讲，我也可以给你补充点。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这个从2009年就开始了。你看奥巴马是2008年上台嘛，那2009年这民主党简直就是不耽误时间呐。马上就开始了，效率很高，对，效率很高，就是这个叫Podesta 这个兄弟两个，这个 John Podesta 呢，他是希拉里的竞选主席，一直陪到希拉里竞选结束。那么他的弟弟他和他的弟弟有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呢就是游说啊 lobbyist， 然后就是到处游说哈，帮助这个。俄罗斯游说美国政府，那么当时就是说俄罗斯呢很想要控制一些就是美国的油，这个是金字旁一个油字，就是那个做 Uranium, 原子的那个原子反应堆的原料 Uranium， 对对，就是做原子弹的，不是那个花生油、大油、大豆油，对油，对对对，金字旁这个油，它是做核武器的最重要的一个原材料。那么俄罗斯想要这个东西，那么然后呢，这个 Podesta 的他这个弟弟呢就帮助游说，那么就后来就游说成功了，那么当时希拉里是时任的这个国务卿，那么这个 Mueller 当时就是这个 FBI 的这个叫局长是吧？然后对，然后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副就是那个司法部副部长，司法部副部长。他都是在负责的，对对，然后这一群人加上奥巴马然后当时的那个谁，当时的那个司法部长是那个黑的，不是林奇，那个时候是叫什么来着？那个 Eric Holder 是吧？Eric Holder 就是他，对，那个黑人，对对对，就这么一群人就把这个美国的油20%的权利卖给了这个。卖给了这个俄罗斯，那么然后呢，他们每个人的账号上都得到了很多钱，你像这个公司得到
他们说啊，他就是这个Podesta， 他和他弟弟这个公司说是得到了100万，嗯、其实人家说远远超过了，远远不止这个数。对，然后希拉里的那个什么，就是他的 foundation， 克林顿基金会，嗯、然后得到了啊，表面上是几千万，人家说现在是上亿美金，上亿美金。嗯嗯、那么一点五亿，对，所有的就是参与的这些人都得到了钱。啊，而且啊，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个线人啊，就当时是 undercover 的一个人、嗯、去调查，是 FBI 的，他去调查这个事情。那么调查之后，他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嗯、很多的这个重要的证据啊。结果啊，这个就是当时的那个司法部长啊，司法部要求他不能说。嗯嗯啊、让他封他的口，就是用一个什么东西哈，就是说也是合法的一个东西，就是说要求他保密协议、嗯、啊，应该叫保密协议、嗯、NDA， 对，要求他签署保密协议、Disclosure Agreement， 对对，对着所有的事情都不能讲。嗯、你看他们自己啊拿了那么多的钱，这是受贿啊，而且这是俄罗斯有计划、有步骤、有预谋的，就是来去腐蚀他们。那么他们收了这个钱。有计划、有步骤、有预谋哈，我给你补充一下，因为这个当时这家俄罗斯公司叫做 Rosatom， 是一个原子能公司，那么他收购的这个油矿是在加拿大，叫做 Uranium One 就是第一油矿。这第一油矿呢，它控制着美国油供给量的20%。那么他当时这个 Rosatom 呢，他怎么来收购呢？开始他只是收购17%，然后他收购51%控股权，第三步是全部收购。这三步中，美国啊有一个那个委员会，这美国这个委员会叫什么呢？就是他实际，因为你如果说你控制了20%美国油矿的供应，那就与美国的国土安全有关了。那这样的话，美国就必须得有一个 special counsel 来批，他这个叫 Commis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to U.S.， 就是说呢，关对美国进行投资的这么一个管理委员会。那这个管理委员会的头就是刚才你说的这 Eric Holder 当时，那么他是总负责，就是而且这个最终的批准权在奥巴马。对。所以说呢，你可以看到什么叫 collusion 就是大家密谋嘛，串，对，就什么在一起串通好了干坏事，对不对？对，你看，就首先他就是这些人 ，Eric Holder 也好，他那个希拉里·克林顿也好 ，Podesta 兄弟也好，还是说奥巴马是最后批准，他们些人首先在里边 collude with each other， 对不对？对，对，然后他们就自己互相之间密谋，互相通。然后最后又通到俄罗斯那儿去，对，跟俄罗斯密谋，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拿了钱啊，每个人都拿了钱，这才是真正的，这是不只是一个 collusion， 这完全是一个卖国行为，卖国，对，完全是卖国，因为这太危险了，对，因为你像俄罗斯是美国的，可以说是宿敌，就是一直在这个意识形态上，以前这个整个这个冷战是针对这个苏联的，对吧？那他是美国的一个原本是一个非常这第一号的一个敌人，对啊，这可以说是像有世仇一样。那么这样的一个敌人，他现在虽然他是民主了，选举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自从开始选举的话，不就选的普京一个人吗？对不对？普京反正就是不当总理就当总统，不当总统就当总理，就是一直都是在他的手上，这俄罗斯就在他的手上，这叫什么这不是什么真正的民主，是吧？啊，那么还是一个就是以这个民主的名义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独裁。那么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根本就不能说放心的就把他当做一个朋友一样的去掏心掏肺的，这绝对不应该这样做的。而且你看，像这个自从他们炮制了这个川普通俄之后啊，他们就把俄罗斯说的这么的危险啊，俄罗斯这么危险，这么危险啊，川普要跟俄罗斯要是有勾结的话，那就不得了了。那既然说你都知道俄罗斯是这么的危险啊，如果川普要跟俄罗斯勾结，那就不得了了。那你怎么能把20%的油啊，制造核武器的油卖给你的敌人呢？这么危险的俄罗斯呢？这简直是，其实啊，他们简直是，对，这个是绝对是treason。
这是确实对，就是说他甚至是叛国行为都不能说是通俄行为，对吧？对，通俄你只是在密谋，这个这种行为直接就叛国。为什么？你其实刚才我跟你说的补充一点哈，你从大面上你这样讲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从细节上我们又可以细致来看呢，它就有一些很细微微妙的东西，也比如说冷战结束以后，那么俄罗斯跟美国的关系应该缓和，也的确缓和了。俄罗斯呢，一段时间不再是美国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或者一个主要的敌人，而美国它主要敌人转为，比如说911以后的恐怖主义或者说是有一些想拿到现在世界老二，自以为世界老二，想拿到世界第一，对吧？永远总是把美国当成潜在敌人，而天天给人民洗脑啊，说美国如何如何。怎么样的，这样的被美国越来越重视，看成是一种他的一个威胁。但是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因为普京呢，他本身来讲，他是在民主的名义之下呢，实际他的手段，比如说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Magnitsky 这个案件，为什么这个有人在监狱死掉了，就因为要反对他们腐败的政府嘛，所以他本质采取还是集权的手段，所以从理念上呢，跟美国有确实有冲突。但另外呢，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到，民真正反俄，从至少从调门上对俄罗斯提出反对的，调的唱的非常高的，倒是民主党。而川普的确确的讲过什么呢？讲过说他上台以后要缓和跟俄罗斯的关系。但是有一件事儿，有一件事儿咱们别忘了，说到这儿我得提，有一次奥巴马去开会。跟那个梅杰夫是吧？梅杰夫、我经常这个名字，那个他，对，他，你忘了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谁？奥巴马跟他说那个等到我再连任之后哈，我会对你们就是 flexible 啊，我可以对你们很 flexible， 就是应该说是很有弹性的啊。这其实他们嘴上说的是好像说是怎么样哈但是他们实际上，而且呢这个希拉里 reset the button 这个是著名的，把那个存在波兰的那个就是原本是防止这个俄罗斯侵略的这个这个叫什么导弹防御系统，防御系统这撤了是吧？这都是民主党干的，民主党从来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你说太对了，他的这个调门他比共和党高。川普呢这句话又让他们给抓住了以后呢，就一顿猛批。这川普的意思很明显，川普是个商人，他有他的经济上的脑子。你花那么大资金，你跟这俄罗斯对抗干什么？它不是个马上的极其的威胁嘛，对不对？极其的威胁是谁嘛，对不对？北朝鲜，你看在那儿那个叫 The Little Rocket Man 那个小火箭人在那天天捣，对不对？那你看那 ISIS 等等，那就是我们把主要精力不要放在这方面浪费钱，它是这个意思。但是，民主党第一呢就说，哎，你看你通俄；第二就开始调查说他怎么怎么样。但真正说一套做一套的。表面调的唱的特别高，背地里玩的实质性的，连这个战略物资咱们讲都敢倒卖的，这太重要了，就卖国的 反而是民主党 所以说这个所以今天我看这个有一个录像，川普总统他说这个他把这个就这个通俄事件叫当说成什么是当今的水门事件，这比水门事件严重太多了，这其实是水门事件不过还是内部的。而且水门事件呢，它不涉及一些真正的犯罪，它其实就是它把这个尼克松整下去，是因为尼克松在国会面前撒谎了，其实就是这样，它没有什么真正的就是犯罪。而像这个的话，那你这个是一个威胁国家安全的一个犯罪，你收取敌国就别国的贿赂，咱们就不说这个俄罗斯是敌国，就是你收取俄罗斯政府和公司的贿赂，来把这么重要，因为这个东西哈，它不是说你卖点洗衣粉给俄罗斯那无所谓，你卖点什么iPhone 那也无所谓，这是制造核武器的必须有的原材料，而且这个很有可能会扩散，就是什么呢？你像现在其实就完全可以有理由怀疑，那么北朝鲜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它现在已经有了这么多的核武器，
他这个核武器是不是啊？因为因为俄罗斯跟北朝鲜还是关系很好的，对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你完全是一个对美国国土造成极大威胁的一个犯罪。这跟这个水门事件，我觉得这比水门事件严重太多了。对，真的是我这个完全同意的。所以，但是这个事情现在可以说呢，到今天为止。刚才娜姐你已经说了，就是说这个通俄门事件可以说是峰回路转，现在整个通俄门的调查基本是指向了民主党奥巴马、希拉里和他们这些那个幕僚们，指向他们。这个很有意思哈，今天我看了一段 CNN 的录像 ，CNN 录像当时那个女主持人呢，就采访这个原来希拉里竞选上有个发言人叫 Brian Fallon。那么他采访这个 Brian Fallon 小伙子哈，小伙子八零后，对对，年轻，对，挺年轻，对，还是长得还不错，OK， 对。那么当时呢，就是这个 CNN 主持人就问这个小伙子说：“哎，你给我澄清一下 ，Brian， 你在过去24小时之内曾经说过，你根本绝对不相信希拉里出钱写报告，是不是这样的？”完了，结果那个 Brian 是怎么说呢？I don't know。对，我也看了这段了。看这段了哈。对，我也看这段了。哎，我不清楚。那么对。所以说呢，你很搞笑。他说，哎 ，she might have heard of it。那么就是说他说他可能听到过。其实你知道，我们从政治上来，他这么讲，实际等于他承认，对吧？他已经就是说，希拉里早就知道了。你看，还有一个，我这里这次的事情啊，可以说他是很难赖掉。为什么呢？其实，在美国，你看那个美国政治生活，你看多了，你会发现美国这边很有意思。他比如说我们俩站在一头的，如果我们的竞争对手指责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假如说他出了问题，我开始一定批评替他辩护。但当对手提出一种或者第三方提出确凿的证据，就是说没有办法抵赖的时候，我马上跟你撇开关系。对，撇开关系，threw under the bus。哎，对，扔下巴士了。对，不愿意帮他背锅了。对，不愿意背锅了，而且呢，这个就完了以后呢，保存自己，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呢？民主党现在开始跳船啊，开始跳车啊，开始不愿意为希拉里背锅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估计他是逃不过去的。是，而且这回那个他们现在参院的两个委员会又开始调查了，已经正式开始启动调查了。是，包括希拉里的邮件门，包括这个通俄门。是。而且这个我今天当然这个不是特别确定哈，我只是在这个 Facebook 上看了一个文章，就是说有一个很这个有名的一个律师，他说希拉里啊应该得到13项犯罪指控，就是这个跟这个就是出卖这个美国油的这个事情和这个加起来说应该。有13项犯罪指控。对这个希拉里呢，我相信这些律师呢都是很专业的。现在就是说，他的指控其实我还不包括就是你知道不有一个叫做那个 body count， of the Clintons，对吧？天哪，那就更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因为这个那不能挖的，这个、没有一个就是这样知名的政客。与他们相关这一路的人呢，首先还有他们相关一路呢，有不少这种各个方方面面的纠纷争执啊，最后呢，产生了这么多意外死亡。对，据说最近又有一个女记者死了，就是跟希拉里的调查有关的。对，但我想起来一个事情，咱们刚才我忘记讲了，那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哎呀。我一下子忘了又没事，但是我这边好像还要讲一下，我们谈一谈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通俄门呢，为什么就是说对这个川普的政敌们，对这些民主党那么重要？为什么到现在他抓着不放，直到今天峰回路转为止？对，其实就是怎么说呢？他刚开始因为我读了一个文章，就是他就是在这个他失败了之后，20小时之内。他就决定要用通俄门的事情来，对，他为什么24小时就决定要用通俄门？因为首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在任上做了太多的坏事了，他们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会输这个竞选，
所以呢，你看他们都准备好烟花了，就是要庆祝了哈。头一天给退了，估计是克林顿对他老公说的，说你别准备，估计可能有问题。但是其实是他们是啊，希拉里自己也说他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输，奥巴马什么全都没有想到，因为他们做的坏事太多了。所以呢，他们就你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对吧？这都是外国呀，对吧？对，所以他们是会担心，天哪，那我们失去了这个江山吧，算是我们失去了总统这个位置，那就要变天了，那不得了啊！所以他呢是想开始呢想拿这个东西，就说看看有没有转机，就说能不能用这个东西把川普给打下去。你看他们一直以来都说我要 impeach 就要把川普给弹劾掉啊，要把他弄下去，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这个后面这个犯罪太多了，他们要想方设法把川普弄下去。那弄不下去呢，因为美国他毕竟是这样的一个体制哈，又不由得他能够就是一手遮天了，特别是现在川普上台之后，那么他们就是就可以说是把这个东西当作一块大乌云放在川普的头上，然后就不停的去去找他的事儿要调查他的儿子，调查他的女婿，调查他身边的人，让他的身边的人像这个福林哈都得辞职很多人，他的很多人都是因为你这样的事情去受调查。据说川普还为这些人都付了这个律师费，川普付了将近100万律师费，就是凡是因为通俄门受调查的，因为川普认为这是完全都是针对他的一个攻击，觉得这些人呢都是非常的无辜的受害，所以川普这个人实在太好了，他就帮这些人付了这个律师费。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说他们原本就认为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呢就可以让川普阵脚大乱呐或者是说无心做应该要做的事情或者受牵制受羁绊就是反正就是说没有办法这个做成他想做的事情但是从现在可以看出川普完全他们一再的民主党希拉里他们是一再低估川普的能力，一再的低估。对，这个事情啊确实是这样的。你可以看到通俄门，我们就是说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谈通俄门，就是因为呢，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川普的竞争对手从一开始就把通俄门呢当成一个最有效的手段，反击川普最有效的手段。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美国有法律，就是说外国的任何个人、组织、政府都不能干涉美国的政治，特别是美国的选举，对吧？所以因此呢，这种通俄门呢是最容易从法律上面来打掉川普的。你看，你想一想，这个他们这个谁啊？那个克林顿他们这些都是律师，对不对？他们心里说的就是说都非常清楚。你说川普什么在更衣室里说点那种黄段子呀？对，你可以抹黑他形象，但是呢，他不能，他不犯法呀，他不犯法，对不对？他不犯法，对吧？对，你说他什么对夫人军人，只能说是对那个道德那什么。对，那个就是那个阵亡的军人， Golden Star 那个他们阵亡的军人家属不敬，那你只是一个大家理解上的问题，对吧？对，你这些东西都真正能搞倒川普的，说实在的，最主要的就是从法律上你违法了，对，甚至能够把这个大选结果搬过来的，当时他们有这个幻想，对吧？那么这个所以说呢，他们这个目的来讲呢，从一开始就是他肯定是把这个通俄门当成一个最主要的手段来用。对，那么他同时呢，你可以看到，我觉得他这个可能手段上与戈贝尔相比啊，就是说他这种造假的这种效果上真的是登峰造极。为什么哈？你看他从法律上呢，他来一个子虚乌有给你编造这么一个文件，然后就让国会啊，什么国会安全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啊，就忙得团团转，联邦政府指派 special counsel 忙得连连转，白宫疲于应付忙得连连转，所以他能把法令给你玩成这个样子，但实际上就一个35页，平均$30万一页的这么一个假报告，对，对吧？那么谁出的钱？还是纳税人出的钱？我纳税人，我用你出的钱，然后呢，
制造这么一个假文件来愚弄你，这是什么政府干的事儿？耳熟吧？对，是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这个目标，我认为他有两个目标，他有个最高目标，有最低目标。最高目标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推翻川普，啊，以如果他这个是实现，就是一个非法手段推翻嘛，对不对？对。那么还有一个最低目标，什么目标呢？就是刚才你说的，哎，我推翻不了你也没关系，我就天天主流媒体给你渲染，反正主流媒体都是我的兵，都是他家的，对不对？对，都是我家的，对不对？我就天天渲染，天天渲染，最后怎么办呢？说实话，你随便可能问一个美国老百姓，谁都不敢肯定川普无罪。是。就验证了葛佩尔说的谎言讲一千遍就变成真相。对啊，我们经常我们汉语中说谎言讲一千遍就变成真理，因为在英文中真相和真理都是一个词 truth， 就是说你真相实际结果是完全，第一他们编造的文件，第二他们真正通俄，到最后闹了半天是把罪名安在川普头上。你可见川普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不容易啊，是太不容易了。昨天那个华尔街这个什么道琼斯股票又突破，这周突破23,000点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说，通俄门事件的峰回路转呢，对美国政治经济影响大了去了，我觉得。太大了，它这个呢，彻底翻转了，彻底翻转了。就是原本呢是说川普通俄，现在是他们通俄，而且呢，现在这个就是线人之前的一个 undercover， 就是一个卧底，他就今天还是昨天，他的律师刚刚得到了这个许可，就是他可以在这个国会作证。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些确凿的证据拿出来的话呢，那如果塞辛斯再有点胆量的话，那很快像希拉里什么都的 Comey。还有就这些人，像林奇，对，这都要入狱的，这都要，这他们都得给抓起来。我之前哈，我觉得这个事情哈，真的是，我就觉得，自从去年我是非常的近的在跟踪这个事情哈，然后看到今天哈，哎呀，我真觉得哈，这事情简直是整个这个事情太狗血了，而且我就觉得啊。川普确实站在上帝这一边，这太多的事情哈。我在一篇文章里我就说，这个民主党啊已经疯了，就是他们哈，就是过去这么川普上台到现在做这些事情哈，主流媒体的这种完全没有理由的攻击啊，就是93%到95%的时间都用来攻击川普，全是负面啊，简直可以就是疯了。我说上帝要你灭亡，必先叫你疯狂。我说可能现在就是要你灭亡的时候了，因为这简直太疯狂了，完全就是假的东西，完全就是没有任何证据的东西，就要拿出来，就得把它当作真东西来讲。就是说他们已经做到了一个极致了，那么就该他们垮台了。是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也是川普这个，我们大家都说是右派，都说是保守主义者，但是呢你会发现，以前你共和党上就上下就下，他们跟你这边呢大家都是在玩游戏。我曾经这边原来有一个共和党的一个，我们就是一个国会议员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我真跟民主党讨价还价，他得答应我这个，我给你那个东西。就是说呢，他们之间大家都是一个战壕战友，都在一起玩，真正触痛他们的可以说是川普，而且呢更主要的还有一个是班农。也就是说，我说川普，我更不如更精确说是川普主义这种。就是说呢，我不是说我是从这个美国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是从美国传统的真正的价值观出发，我呢这个毫无畏惧的，我呢给你这边呢来进入白宫，来要改变白宫啊，就 drain the swamp 啊，把这个沼泽给他放干，放水放干。所以呢这真的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可以说是个里程碑。这个里程碑标志的可能川普啊，就是说从开始到现在的他的翻身仗，可以说真正的是翻过身来，是打了一个翻身仗。而这个翻身仗呢也是迟早的事情，因为这个事实就在这里摆着。而我们如果把这个通俄门事件你再联系到左派他干的其他事情，比如说
他的这个像搞的那些对非法移民啊，这种放纵啊，还有这个像对这个这个犯罪分子的这种放纵哈、啊，对整个社会道德的这种冲击的话，可以说他们没有别的目标，他目标就是为了选票，所以为了选票他什么都干，什么都干。所以你可以看到像奥巴马这样一个，哇，当时看去很高大上，对不对？第一位这个美国的这个黑人的总统，然后呢，哎呦，太会演讲了。当时说句实话，他2004年那时候，当时就是他作为一个新秀在民主党大会上讲话，把我都给感动了。那是因为跟他的他的对手麦凯恩实在太不会讲话了。我差一点这个对麦凯恩的这个看法哈，当时哈，这个我也是要支持麦凯恩的嘛。那么结果呢，这个麦凯恩演讲的时候哈，我坐在那儿听一会儿，我就 lost， 我就根本就听不懂了。就好像就啊，我都担心我是不是英文不好啊，这怎么回事啊，我都听不懂他。后来呢，就是这个莎拉佩林啊、加入他之后、然后开始做很多演讲、我就听懂了。我说这不是我的英文不好，而是这个麦凯恩啊，他实在太不会演讲了、他就把这个奥巴马更显得哈又有朝气又会演讲、就是因为这麦凯恩又老又丑啊，又不会演讲。这是2008年的事儿。2008年的时候呢，我觉得不是2008年，我是说麦凯恩呐、麦凯恩这个人，他最大问题其实还不是说他会不会讲话，而是这个人呢，他的心机极度有问题。他因为他成长的一个非常高大上的一个环境，他的爸爸是将军，对，海军，他自己的海军将军，海军将军将，然后呢，他是从小严格要求自己，是属于呢认真读书看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好孩子，而呢，所以说呢，他一直都是。都是属于什么呢？到哪儿去，他有极强的虚荣心，都认为自己应该是最好的，自己都应该受了极强的虚荣心的，让自己都应该是道德的代表，是正义的化身。那么这种你知道吗？如果你人类你要走到道德的高地上去，你再好的人，最后肯定要跌得也很惨。所以你看，他今年八十岁了，不想竞选了，特别是得了脑癌以后，什么也就豁出来了，撸子袖子腰肉干，然后就对对就是搅局了，变成就彻底的就是我不管你怎么样，我逮着机会行。你看他讲话，他回复都非常气急败坏的。所以说呢，实际上麦凯恩现在已经彻头彻尾变成一个左派了。对，他不只是左派，他是疯了，这个人真的是有点疯狂了。对对对，今天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感觉呢，这个今天我想娜姐和我都是非常高兴的哈，看到这次通俄门事件峰回路转，说我们，所以我们商量在这里呢做一期这个节目，我还是这句话哈，美国的再次伟大取决于美国是不是能坚持自己的传统，为了坚持自己的传统，一定要防火防盗防左派，挺川挺美挺自由。好，那今天的西方观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感谢大家收看，好，谢谢娜姐，好，谢谢张巡，谢谢大家，再见，好的。